台上台下，我是歌手，你是主角，特别报道。我是歌手目前是华人世界最火红的节目，在12晚上将进行决赛。以流浪记复活成功的杨宗纬，在半决赛中是以潘粤明的最爱来个大逆袭，再度拿下了好成绩，被看好是总决赛夺冠的大热门。杨宗纬在节目中有如倒吃甘蔗，现在甚至传出萧敬腾也会登场，让人有渴望再上演一场 PK 大战。天仙翘首让你握着，把它握成你的袖。纤纤翘首让你握着，解你的愁，你的忧。缱绻柔情，如泣如诉，杨宗纬再次征服这个舞台。完美演出，只为证明自己是个好歌手。好音响，好乐手，好编曲，那接下来的其实是考验你是不是一位好歌手，所以当然压力会大。暂定，等光打开。首次替补登场，杨宗纬像个羞涩的新人未开口，掌声先响起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宗纬。看到很多好歌都是从女人的心思出发，何不也唱唱男人的心思，用女性的观点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考验。的版本。那第二个就是宗纬，他其实情感上在我看来是比较内向比较细腻的，所以对于女性情歌里面想传达出的那种比较哀怨的、比较悲怆的、比较受伤的情绪，我感觉他似乎比对男歌手里面的情歌似乎更能够拿捏。让我深深去爱，